是我嘴巴干，嘴巴干，你什么都不做，算了吧。盘点十四个不被楷模名场面。我喜欢你十年了。哇，我这么优秀的吗？我操！你能不能不要拒绝？我拒绝，因为我喜欢男的。真的喜欢男的，我喜欢伟宁，我觉得女孩子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是啊，怎么了？那是心动啊！你他妈是不是瞧不起单身呢？你笑个嘚儿啊你！我操！如果拿身体的一个部位换一个亿，你会选哪里啊？我知道，你是不是想说那里？哎，快点告诉我吧。PYY。PYY 是什么？来，我发几个语音，你自己去看。别松松怎么啊，好香啊，美女。如果娶你的话，要多少彩礼啊？10万。十万？有没有七天无理由啊？七天无理由是什么鬼啊？那打个折呢？不能。那分期，分期可以吧？不行。拼团。拼个团总行吧？是有病吧你啊！哎，让一下，我电子烟去哪了？让一下，我电子烟，让一下，我电子烟掉了，让一下，我电子烟掉了，哦，在这里。啊，你说呀，那你不说我哪知道啊，真是的。来，太冷了，太冷，太冷了。这不行吗？太冷了吗？行吧，走吧，回家吧，回家就暖和了。走吧。你在我房间干嘛？你变态呀！你干嘛？你他妈是不是用我洗衣粉了？谁啊？我家那个床塌了，我可以去你家睡吗？你多少斤呢？床压塌了？要你来我这睡，咱俩一起的话，那我的床不是也得塌？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拜拜。美女你好，你干嘛呢？不是，我是一个录小视频的，没事，你看着镜头这么漂亮，你在喂鱼吗？嗯嗯。我送你一包鱼食好不好？你可以喂一下。没事，拿着玩嘛，对吧？我看你一个人挺无聊的，你喂一下，看有没有鱼吃。直接倒就行了，倒，使劲倒。我操！你倒快点，全部撒下去。天哪，都要倒吗？对，直接倒了，然后才刺激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直接这样倒。OK。天哪，喂的差不多了吧？嗯。来，这个5块，来，5块钱。我是一个卖鱼食的，我在那边卖鱼食的，看到没有？5块。我没拿钱呢。是他主动发消息给我说他大姨妈走了，要我晚上去陪陪他。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难过，他大姨妈虽然一直身体不好，但毕竟也才40多岁，我还特意给他订了一个花圈送过去，结果晚上我刚到他家门口，他全家人跑出来打我，还骂我是憨憨。我真的想不到我到底做错了啥子，想了一夜我才恍然大悟，他可能是觉得我花圈买小了吧。